小鹿的手机放到假水里去，藏进去，一个藏在大泥潭里，一个藏在眼影盘里，便便头套里藏一个，弹珠机下面放一个，嘟嘟借你的小窝用一下。小鹿的手机放到假水里去，藏进去，抓一抓，拍一拍，看不见了。再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手机模型，一个藏在大泥潭里，一个藏在眼影盘里，便便头套里藏一个，弹珠机下面放一个，嘟嘟借你的小窝用一下。奇怪，也没人啊。我手机呢？乖乖，是不是你又藏起来了？从哪飘来的纸条啊？难道又是找手机的线索？咱们一起来找找看。